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，然后 equation one 它已经是写成这个 y 等于什么东西了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y 等于 x 加三，然后我就可以放进这一个 y 里面，OK，所以我可以放进这一个 y 里面，所以我就有我在这边我都要讲，我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。所以它会变成 2x 加3括弧 x 加3等于4，然后我这一边跟它乘进去，它会变成 2x 加 3x 加9等于4，然后这一个它就 2x 加 3x 它会是变成 5x，然后4减9会是等于减5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减1，然后我再 sub 我的 x 等于减1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，OK。我的 equation one 这一边的这一个，它已经是 x 等于什么东西了，所以我们放进这一边它的 x 里面，所以我拿到的是 y 等于减一加三等于二，所以我拿到的是 x 等于减一 y 等于二，这一个就是它的答案了。